我叫李维木，来武馆已经练了有2年了。因为小时候除了父亲给我教武术之外，喜欢还有他会带我看一些武打片，这种原因就让我特别喜欢武术。李文牧呢，他在练武呢是比较有天赋的这种类型。他过来之前呢，就是因为受他自己父亲的影响，他父亲从小也就是习武的，所以呢他是耳濡目染的，受父亲的影响。小时候爸爸教过的就是一些武术基本功，马步、弓步、劈叉之类的。因为小时候是父亲带着我每天玩一玩练一练，在这边的话就是正式的学武术嘛，就是比想象当中的要累。好，季志柔能婴儿护，移除传染能无刺护，爱民治国能无为护，天门开合能为刺护，明白刺拉能无刺。道德经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武当功夫这边也是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。喜欢扶持的原因，从看到他第一眼就开始喜欢，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个兵器。扶持的特点属软兵器类，最能体现以柔克刚、四两拨千斤、后发先至的武当武术特点。从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让他们学会文武双修，在文化课在音乐培养上面跟武术的占比是同样的重要的。李文牧呢，是在众多孩子里面啊，他是资质算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勤奋，比较刻苦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侧重的想在武术方面把他好好培养一下。虽然他有天赋，但是他也有他的这个劣势。李文牧在技术方面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呢，在实战过程当中，他不会去重击对方。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性格偏文弱了一些，对他的技术提升上，他就有一定的这个阻碍。平时在私底下我们师兄弟关系都很好，在台上的时候有点不太敢用全力，还有就是自己的爆发力和控制力都不太够，很难做到收放自如。武术的这个训练它需要你快准狠，这个狠劲的话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练，把它练出来。那你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先能打能用，到后面的话就是我能打而不去用，我们需要他突破了之后再来控制自己的内心。现在呢就是在爆发力的训练上面偏少一点，但是他个人呢又很勤奋，也会自己去抓自己的那些点。在这个阶段就很练自己，
把自己的弱项踢起来追上大家。他自己也很努力，训练也很刻苦，课后还会不断的练习。我们在私底下也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他提高自己。有时候也觉得很累，但是既然喜欢武术，选择了武术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断努力去提升自己。希望李文牧未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武当弟子，将来能去做更大的事情。